各位 Vogue.com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佑丽。像我手上这个有点银色系或是亮的荧光色系，我觉得是2014年绝对很值得瞩目的色系。像我脚上这一双也是淡粉红色，配上一点点金属扣饰，因为它今年皮质上面是缝了一层缎面的感觉，那我穿的那一双又刚好是黑色跟金色配色，我觉得它绝对会是万年不败款，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。Hello Vogue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希恩。那我今天手上拿的是湖水蓝的蟒蛇皮的 mini size 的 Prismic 包包，短拿跟长拿，然后。今年 Roger Vivier 出了非常多泡泡糖色系的颜色，我脚上这双也是湖水蓝的鞋子，我好喜欢，它是逗号鞋。